天晚上又是我们华佗圆满人生精英会，然后无限的太阳神的导师和宇宙天地的爱，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一起学习共振，然后希望今天大家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的消息。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共振那一份喜悦，好不好？然后今天有很多新人是吗？是好有几个哦？今天我们可以请新人来介绍一下吗？介绍自己一下，来，
嗯，打打一支，我这边等待慢慢学习的，就这样。然后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到目前为止？目前为止最大的收获就是，当要发脾气的时候，会先想很多东西，不像以前不用控制了。要打人，手就手掌对象。现在跟他在慢慢改变了。改变自己对吗？对，最主要的是要先改变自己。要改变就要接受嘛。对啊，不接受，应该是也不会改变到什么。哇！同修，所以你看他才来几久，他讲脾气已经就有一点改变了，啊，不会再马上就发出来要打孩子，对吗？这样你也打孩子的，现在有套配了，啊，有去哄女孩子的，啊，因为我记得他以前讲说他差一点要放弃他的孩子，不可以，对不对？啊。孩子永远是我们的宝贝啊！我们要循循善诱啊！我们先改自己，然后孩子就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好，来还有吗？还有啊！欢迎。
眼泪也是流，因为突然间感受到导师的声音，就像我们十二月去那个实修课程的时候，导师的那个震撼的那个能量的声音呢，又回来我的那个心里，就很感恩导师，的那个慈悲，就一直想到他，那个过程呢，就一直想到他，因为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自己就一直唱着这个感恩心经，就看到孩子的整个的转变，孩子越来越乖，越来越懂事。到了三个孩子都会想着要遮住我的小外甥，所以是非常的感恩。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最近在和朋友一直分享这个感恩心经，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接引人的时候呢，有时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最近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跟朋友就是分享这个感恩四句偈，就有一位朋友就用了过后就非，因为从去年的时候啊，在见他半年的时候，他也是很念的，到我也不敢唱出来，到我最近他唱出来过后，他的感受也非常的深，我就和大家分享那个虽然他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超马，但是他已经有不同的感觉了，他讲这个超马很好，他星期四早上也会在这个读书会，也多带了一位朋友来他自己的分享是，他和我分享是，他还有公开，他就跟我分享，就和大家分享，他说他的孩子呢，四岁的儿子呢，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非常的一定会起来一次，那个时间就是非常的准，所以呢，他就是每一次在他讲换成唱诵感恩四句偈的时候，他的能量比用念的还要强。所以他每次在陪伴孩子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会小小声的唱，而且很大，他就会向着他唱，面对着他，就是一边哄他睡的时候，一边陪他睡的时候，就面对着他唱的时候呢，他应该是现在应该有三个星期，他的孩子都没有再起来一次。就可以睡到早上。再来就是他的二儿子，那是小儿子，他还有个二儿子，学习呢是非常的慢。他就这样子的唱的时候呢，他就是每一天就是照着我的，他就我就这样讲，一定要每一天唱。他每一天唱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第二个儿子啊，智慧提升哎。他从来的听写英文听写非常的难，他讲他学一个英文听写要学非常的久。到他现在比赛那个英文听写，他可以拿全班第二名。哇！真的中奖，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就和大家分享这个感恩心经偈的那个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强，他整个人气都在转的这样子。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好，真的，然后感恩你哭。尼寇是一个非常精进的学员，然后他自己也实修实练实证，知道所有一切的发生都有天地最好的安排，对吗尼寇？然后他今天跟我们分享那个感恩吃进去的那种 power 啊，哇，大家有孩子的吗？要赶快学起来，对吗？要相信啊，你要有科学家的精神，对不对啊？科学家是怎么样的呢？他不听你讲的是吧？他自己做什么？做实验。所以每个人呢都要有科学家的精神啊，要勤劳啦。我知道懒惰是，然后我们要战胜我们的惰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要战胜的就是我们三分钟热度啊，对吗？就是说可能持续一段日子，然后看到好了，然后没有做。大家不懂赞成吗？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啊，男人啊，对不对啊？都有这些劣根性啊，对不对？所以要战胜这两个，只要你打开心门去相信。所以你看你哥的朋友，他都没有说还没有正式啦，正式在实修实验，他只是应用单纯的相信，然后应用感恩心经偈。
而我就跟他讲，老师的法宝都在抄嘛这本书。我讲你要快的话，就赶快看那本书。他讲真的吗？法宝都在里面呢。对，心法都在里面，你就看。他讲他要赶快看啊。是，他就讲那本书，他第四人是在睡觉吧，就是枕头。所以就非常感恩哦，他就是缘分到了的那个，他就整个心打开了，他知道他自己的负能量很强啊，所以也很感恩尼克哦，因为他没有放弃他的朋友啊，还是时不时有去问候一下啊，终于因缘成熟啊，有接受相信，因为看到孩子的转变，对不对？所以你那些和我们在接女人的时候，如果她不相信的话，你就叫她去做实验哦，对吗？哦，看什么对象哦，自己啊，还是孩子，还是谁，叫我们做实验啊，然后我们才来去接女人。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看，本来每半夜一起来哭的，然后差秒不用没有起来的。然后智慧提升，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啊，所以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比较智慧提升啊，读书比较容易啊，比较轻松啊，哦，考试啊什么啊都很好。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因为太多例子了，我也是一下子想不到啊。不过很多学业的孩子都有这个经验，对吗，姐姐？啊，感恩你哥。还有吗？还有吗？还有谁要分享的？啊，我们请美达师姐。大家晚上好啊！因为我感恩玉米老师啦，而且我真的在感恩自己要放空。OK， 我今天我就放空啊，我今天在感恩自己的能量真的是很强，我就放下你们这些放空哦，真的唱出了那个感情来了，像刚才你给我讲的哦，唱到那个老师还在我后面，然后他声音在我们不讲讲哦，所以我唱一句我们有加强版啊。在老师的课程里面要参加，如果来得及的话，就是5月27，老师有叫我们加强版的感四季，是每一季的后面有加一季自心归命给你，看一下在老师。我在参加感四季的时候，我们一直有加这个特技花季哦，那个身体呢出鞭子哎，那出鞭子都拿不懂，那个人家就来了。以前我都是没有实惠的，没有实惠的，我突然空白了，因为我是有一阵子才好，学不久。所以我这边忘记很多人的名字啊，就是讲不起了啊，就个人名字，或者是好吃瓜啊。所以我在唱的时候，能量上来哦，我在想说，我要相信老师这么厉害，开读书会，可以帮助人啊。我把我的问题提一提。我还没进入超马的时候，我真的我的问题，我的习气啊，伸个手指都数不完了啊，很多恶习的。在超忙一年里面呢，我改变很多了啊，跟大家分享。我是比如说你们是有做生意的人哦，以前我是不曾经感恩自己的嘛，因为我做生意嘛，我自己还随便唱啊，唱三啊，比如在早上晒衣服的时候，是不是有太阳嘛，是可以说，哎，唱三片就好了，三片就可以赚300，我是这样想的、啊，唱两片就赚200了，结果就唱4片，真的是赚500，真的是。我这三天我就要赚500，真正的达标啊！我明天在场啊，明天问他，我也不能做那顾客，只要有人钱赚的嘛。是的，上门就是要跟我买东西，当然是做生意是讲品质嘛，品质保证嘛哦，不可以是傻傻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这个泰森的导师和老师在讲，我可能有我们这个是超级生意，是我们宇宙的大法的。真的，我们的生活面对的问题真的很需要他的帮忙。我是有宗教的嘛，以前在宗教里面有时还不是很信心的话，我会到处去求公庙，花了很多钱，又要叫你改水，又叫你改名，还跑去改名呢，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大家笃定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真的可以帮到你很多。谢谢啊，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哦，真的达标了。好，感谢谢。没有赚的地也要的，啊，全部都要。然后刚才啊，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问啊那个
生可能还不知道啦，就问他说你现在还不想赌博吗？因为他是啊刘德华的伴侣。说的话哦，说的话也有，刘德华也有的吗？啊啊，他赌了24年啊，所以他还想说你还不想去赌吗？没有了解吗？啊，连根拔起啊，那个赌瘾那个欲望啊，现在是什么零啊啊？因为他之前就是说，你说你姐姐什么不要要跟你断绝关系啊什么啊？啊，兄弟姐妹都要跟他断绝关系，他还是执迷不悟。哦，所以刚才就想到，我说哎，你去参加2次课程是吗？他说不是嘞，只是3次。他去年3月就参加，不过3月的时候还在赌嘛。在他3月的时候去睡觉啊，然后8月去了一个加强版对吗？啊，8月去了那个加2天一夜的，然后回来就真正的戒了是吗？所以他就说点了我，再加上这个
哥，马大哥，相信，你再讲讲，相信，要相信才会有力量。当时，然后我就把我的问题留一边。哎，我们这本书叫你，那是九个心法，对不对？用三个就可以改了。然后我们这本书的九个心法，第一个什么？还是忏悔，所以忏悔很重要。然后当你把这本书看到的时候，你现在有忏悔就要化验。我们听老师又六，潮汐上面又六讲什么叫化大验？不要化这么大啦，我就改改化大验喽。那是能量就是来了，我就跟太空讲，我要帮谁呀、啊？比如说今天里面我三月到十二月，我要帮几个人的灵魂提升。其实我是讲三个罢了，所以我加到八个了。所以我要帮助八个人的灵魂提升。我那是那能量是来了，能量是来，真的我就照顾他们，给他心灵，给他这个需要他灵魂提升了，改变他的思维，改变他的智慧，照顾支持的是吧？好，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大家，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可以在现场学习咯，啊，发大愿，然后就是做就对了，不要想这样说，学生还有很多问题，啊，还是有债务，但是不要去想它，好，就是相信老天，啊，反正一切有了交代，啊，越赚越加多，你越想就越，美宝要分享啊。接通那个天地的爱的能量，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
性呢是在可能一刹那，可能在几天，可能在近期内，它就会转变的哦。所以在课程当中，你会感觉到天地的爱和那种殊胜呢，是你要亲身去体验才能够感受得到的哦。因为我们说出来的可能你们没有办法感受，可能没有办法领悟，但是真的要鼓励大家可以上这堂课。那我本身也是因为上了老师的课这么多次，我才能够疗愈到我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圆满。谢谢。美宝分享的能量太强了哦，反正美宝，所以你那个 speaker 也给他那个鼓掌。真的，然后美宝啊、嘉玲啊，他们是老师的课，然后他们马上报名的。我本身也是上过，我看这边是10次，不懂有没有？可能有，你都有3次啊，这样我可能有10次，忘记算，就是一定有到的啦哈。因为每一次都是虚我，因为我们累生累世嘛，对吗？这么多事，我们可能100世、200世，这么多事，然后不圆满那些不好的印记啊。那天我们金山的分享会哈、哦，来了一个生命科技的那个工程师，所以他用他的那种专业来解释导师的那种理论，哇，真的是讲到很好啊！他讲不是玄学，是真实，就是说有科学根据的啊，因为他是生命科那个生物科技的工程师。所以他也是，他自从认识了超凡之后，他也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幸福了，就是完全臣服啊。然后他也是非常的精进啊，他可以在就是因为他住新山嘛，去新加坡做工，来回可能要4个小时了吧。他在巴士上背《弟子规》，男神哦。他把弟子规哦背到滚瓜烂熟，所以他讲他在教孩子的时候，两个小孩也是小学，然后他就讲一句，然后他孩子就接下一句，所以就很就是很圆满啊，很和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我们佩服他啦，佩服可以讲佩服到五体投地，真的，因为他不浪费时间啊，然后他就举出很多例子啊，那种科学的例子来证明哦。超级生命密码是科学的，而不是迷信的啊，是真实不虚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老板阶级的啦，他也是讲他以前的故事。他如果说他的生意成功的话，他应该是亿万富翁了。然后就去本来去巴基斯坦啊，去中国啊，去柬埔寨啊，本来讲破了健康已经是十拿九稳了的，然后去到那边就咚飞掉了。就在那边都飞掉，很多了。他讲，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个以前10多年前还是20多年前，跟我们的老马同一个房间3天的？有没有遇过？没有。他讲就是他，他也是拿到一个 project， 然后突然间一个变故飞掉。他讲他太太拜他什么神都拜，印度神也拜。所以他后来进入了超马因为他太太也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不够的德智量，所以煮熟的鸭子都会飞掉啊，那些什么千万啊亿万的 project 全部飞掉啊，没有一个成功。所以他现在没就是老老实实是修身念佛，而且他每天都拍书，你说可以拍6本吧。对，真的是啦。然后他也教我们一个方法啦，他讲他就拿出他的手机，他讲说你们先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那个照片啊，你朋友的照片啊，男朋友的照片啊，全部换成妈妈的照片。他妈讲你每天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的妈妈，他想讲2-3分钟也好，因为他知道我们积德积福，对不对？要行善嘛，对吗？然后最容易做的就是什么？百善孝为先啊！我们的家里的父母就是我们的菩萨啊！所以，如果你真正的尽到孝道你的真的是会很好啊！
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他，然后就是他分享嘛，我们每天都要晒太阳，大家有没有晒太阳？啊，最少晒一个，如果晒不到半个小时，也晒可能是五分钟、二十分钟啊。然后提升能量的事不要忘记做了，对吗？啊，唱诵本人心经啊，分享啊，太阳八卦经啊，很多很多啦。然后就是我们导师给我们这么多法。再加上刚才那个我讲的那个最容易做的，如果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每天跟妈给妈妈打电话啊，真的真的，我们家里父母的祝福哦，他的那个力量哦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有吗？还有谁要分享的？那我们就开始读书。
他也会叫我，很好这个睫毛。我这个我有这个这个这两条睫毛，一条白的，一条好像灰色这样子的。我觉得很也是很开心。他还会叫我，还会叫。我问他要不要，他会要的。
好，结尾，人一定有一步一步的走，但是要快啊，但是这个书真的很优秀。好，我也带去中国，那是中国也带这个超马也送给太阳组的，但是他们蛮喜欢。我每次送的那一些不觉得在，我给人家多数人讲，但是天气这样拍，好，我讲到这边。哇，讲得非常的棒，然后那个新人超马三哥也是，他们两个是 member 嘞。也是几十年了，然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就是说连根拔起啊，然后贵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旺。很多人要嘞。这个要哦，意思轻轻。80岁都有爱，我还不知道。正确的呼吸，然后可以就是说
供应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些养分，然后使到我们的身体能够非常健康的那种运作，有没有？所以我对这个也是充满了好奇，所以我刚才就去 Google 了一下，我就找到一篇《呼吸与健康的关系》，那个是2016年的中国的。那我就读给大家听一下哈，据我国呼吸专家统计，那个是中国啦，90%以上的成年人都不会有意识的调节呼吸。对哦，早知的话不是空穴来风的。城市中1%以上的人呼吸方式不正确，短浅的呼吸不仅让许多人大脑缺氧，容易疲惫，而且还容易诱发很多种疾病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是专家有去做过统计的。这样，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嘛，我们会不会正确的呼吸？他说，简单的一呼一吸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其实最主要一个是腹式，一个是胸式，有没有？腹式呼吸，胸式是到胸罢了。所以我们问问看我们自己，大家说，现代人由于常坐办公室，缺少运动，许多人呼吸又浅又短。然后我们只是用胸式呼吸，他讲这种呼吸方式每次换气量非常小，在正常呼吸频率下，空气不足，会使体内的二氧化碳累积，导致脑部缺氧，出现头晕乏力的状况。所以为了更好发挥呼吸器官的潜力，我们应该有意识的。什么叫做有意识的？就是我们要明明白白知道，有意识的加强深呼吸，避免快而浅的呼吸。所以大家就是看看自己，每次呼吸是快而浅还是深而长？深而长。真的呼吸也是一个大学问来的真的是非常大的学问。还有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课程是教呼吸的那个呼吸法，那个是最出名的，对不对？刘仁基的那个净化呼吸法，那个是真的是很。其实还有呢，不止这个还有。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哥哥去上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博士女孩子，也是呼吸法。呼吸法好像是2天还是3天，就是一个呼吸法，他教你怎么样呼吸，他就可以使你的身体健康，然后释放你身体里面很多的那些不必要的压力啦、情绪啦、毒素啦。所以呼吸它其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只是因为我们每天工作匆忙嘛，对不对？生活匆忙，所以就没有去注意自己的呼吸，到底有没有呼进去足够的氧气，然后吐出来。身体里面的杂质等等，很多病就是因为我们不正确的呼吸。所以讲一句话就是不会呼吸了。其实不是不会呼吸啦，就是不会正确的呼吸。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他讲最关键的两点，就是怎么样叫做正确的呼吸？他讲最关键有两点，一点是要缓和气。也就是要吸气的时候要均匀缓慢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每次有感觉到了自己可能心情暴躁压力要来了，就赶快练习什么缓和慢的深呼吸尽量深呼吸，让我们的肺充满。然后第二个呢，他讲你吐的时候要用力吐要用力吐，吐得干净这样才能将废气全部排出体外。这边也讲到一点最科学的呼吸方法为吸、停、呼，就是跟导师讲我们的心法里面的呼吸法一样，
间我们精华的那个呼吸法就是这个脑，所以是最科学的啊，最科学的呼吸方法为吸停呼。对啊，我们的心法就是这样吗？啊，我们吸到这里，然后停一下子，然后再呼出来，呼到这里。所以我们心法的呼吸法其实是最科学的啊。他讲说可以使副交感神经兴奋啊增强，也可以使肠鸣次数增加，有利于消化吸收，从而有利于健康长寿啊，这个最重要。所以我们要深而缓，有意识的深呼吸。所以读完了这章之后啊，你想回去啊，或者现在就注意自己的呼吸，要有意识的啊。比如说忘记啊，忘记就没关系了哈，但是记啊，记得记啊，记起来的时候就提醒自己。要呼吸，深而长，很有意思的。好，最好的，我不可能每次做那种吸然后停才呼的嘛。可以啦，可以练习啦，对吗？哈，有时候几次啊，也可以啊，积极的。但是最重要，我们要短短的那种胸式呼吸啊，最重要是不要那种短而浅的，我们要深而长的，最好就是。呼吸，所以一个小小的呼吸要有这么多的学问。其实很多疾病啊，就是因为呼吸不正确的来的。所以大家就是想想一下啊，如果你遇到什么瓶颈啊，身体酸啊，精神不好啊，什么啊，就去探讨一下，是不是哦，呼吸法不正确，可以吗？好，我们继续好吗？好，再来。一二三，曾经有一位求教者非常紧急地和我一面会面。当他走进我的工作室时，他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大事一样。于是他娓娓道来事情的经过。原来这位朋友在练瑜伽时，
其实这个老师所研究的例子是关于身体健康的啦，是吗？但是我们也可以放在其他的课题上面，有吗？大家也不懂啊，除了这几段，有没有什么心得要发表？丽颖，你那天有昨天晚上是吗？可以讲话吗？可以啊，来，我们欢迎丽颖。
另外一个呢，他举出他本身的例子，就是说很讨厌那个原因。真的，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克服的。因为他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也是心灵老师说的，很讨厌这个，讨厌那个。等一下，你躺在棺木里面的时候，你还在讨厌这个，讨厌。因为那时候你可以控制别人做什么吗？不能够，你也不能够走开，你也不能够出声，对吗？啊，所以你还在讨厌这个，不接受那个，然后你是不是马上撑啊，撑心啊，撑就是恨哦，讨厌哦，不喜欢哦。所以这个练习很重要哎。诚心的练习很重要哎，我们日常生活中太多东西了，这个不合我的心，那个不合我的意，我讨厌，我不喜欢这样的。那你活生生你生命的时候，你可以做出某一些动作，对吗？你可以走开，你可以就是说处理，哦，可以出声，哦，但是你已经生命已经走到尾声，你不要讲躺在棺木了。如果你在昏迷的时候，或者你半身不遂，你已经不能够讲话的时候，你对不起，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明白吗？在这个练习很重要嘞，第一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我看到很多哦，不好意思了，尤其是男人啊。
因为我们都看到这一条是我们的路，我们的出路，所以看到自己的改变，我深切的体悟到这条真的是很简单，题目照做而已，没有什么，也没有让你要就是辛苦的去做这样子，就是很自由自在，自由分享，只要是合一天心的，发自内心都是善的，那天地一定会给我们交代，也不用去顾虑到太多太多，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老师的，好，感恩丽莹的分享哈、哦，就是发人省思啊，发自内心啊，分享多一些。所以上个礼拜我去啊丽莹班头的读书会，然后那个安迪。他讲了一句话，我讲过，我从来没有看过安迪讲这样有智慧，很有智慧。他们真的是修了很久的啊，只是可能就是进没有啊，没有转到很多啦。但是他们真正的是有在修的。他讲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在走什么？他讲走一条回家之路。安迪讲的哦。啊，其实是当地讲的话，我们修行是在走一条回家之路。这个就很少人有讲出来啦，那我们是修行比较高的啦，哈，都才有讲，所以他们都是真的是修得很好啊，只是可能卡在蛮多个地方啊，比如说像草马这样可以进驻的那个啊。医生啊，转进啊，等等等等。不过他们也是进来啊，几个月了，也是有都有看到啊，他们的进也有在转这样啊，所以真的是我们非常的幸运哦。然后我们可以遇到老师，然后我们可以连接到天地。因为这个修行就是在修我们的心罢了啊，对吗？啊，我们的心是控制一切的那个锁匙啊。要还是不要啊？你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你不要接受，你就继续在那边讨厌，继续在那边埋怨，继续在那边不高兴啊！但是后果是怎样，对不对啊？所以很快的，我们可以去接受，去转变啊！所以，但是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境界。所以，超马就是教我们这一点。来，我们请尼库，来，尼库想要分享。讲到这个呼吸法呢，在这个超马当中，我的第一个改善我的就是那个呼吸法，在我的健康的方面，就是自从上了老师的那个去年三月份的那个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就是老师帮我们开了那个，回来后呢就看了老师的那本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的那本书，我就赶紧看完，在当中就有讲到呼吸法。那个三短气，哎，二长气短的，我忘记了。我就是当下一边看就一边做，做了过后呢，三天过后，我的那个头痛的问题也解决掉。但是，哇，因为那个呼吸法，如果我怎样讲，就是自己就照着里面的那个方法去做，我就就突然间就睡着了。就进入到我的一个梦境里面，就看到那一片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片风景，后来就发现过后我的那个头痛就这样子解决了。我这个是就是可能老师帮我开，有一次有开的那个开关啊，所以就很快。这是我的健康的那个部分。再来的话就是最近前因为我在做那个感恩心法的时候呢，就会常常感恩的细胞。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做那个呼吸嘛，我们在做心法的话，我们每次都会在做那个先做呼吸，我们才进入啊，所以每次都会有，做最少也有十分钟，我的呼吸十二分钟啊，这样子慢慢的进入这个才进入这个忏悔的感恩这个心法当中。然后在上两个星期呢，我自己有去做那个医学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呢，跟我往常的那个检测呢是有差，因为我一方面也是在感恩我的细胞，感恩我的那个身体，感恩我的那个血液器官这些，一直常常都一直在感恩自己的身体，因为我知道我进入超马过后呢，我的身体改变最大的就是在我的血体，那个血的那个报告呢是那个那个东哥都会说。很棒很棒，很好很好，因为他的那个细胞它不是堵着一团的，它是很活跃的那一种，所以我就很感恩我的细胞还很 active， 不是那种粘稠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我觉得是那个呼吸法跟那个我们常常要做的就是感恩自己的身体的那个部分啊，就是我看到的是我现在的那个身体的部分的很大的改善。谢谢。你说的真的，所以真的啊，每一次导师的课程，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啊。然后因为你够听话啊，所以就学那个呼吸法，加上深深的感恩自己的身体所有的部分啊。因为以前我跟他们旧学员有听过我的分享啊，就是说那个八 S 的那个什么。我就读到他的亲戚就问他说，你每天要感谢，然后一天可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没有睡觉，为什么你每天都这么精神奕奕，就是然后那个脸色又非常好看，然后那个大概是他就回答说，他说我每天，因为他那个是浓妆嘛，还是他卸妆要一个多小时，他说他在卸妆的时候，他是从头到尾都在感谢他的身体，一个多小时的感恩身体，从头感恩到尾，感恩到里面，每一个部分都在感恩，所以他的那个身体的体力啊、状态啊，这样很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肯不肯下功夫而已哦。真的，我也是深刻的体会到啊，肯不肯下功夫来感恩呢？然后刚才我在读，其实《丰盛的光》里面也有讲到呼吸，还有我也鼓励大家哦，下个礼拜回家的时候去看那个《超级健康密码》，然后第三章《呼吸的奥秘》啊，然后大家去看，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可能讨论，你们就更加的得心应手。好，有吗？大家有那个超级健康密码吗？啊，都有，是不是？一本非常棒的书啊，它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讲呼吸的，所以这个呼吸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我们真的是要深入的探讨。没关系啦，我们活到老了才会学呼吸。现在你去看那些小孩子哦，他们很急躁啊，什么啊，你去观察他们的呼吸。然后你去观察鲤鱼的呼吸，啊，对吗？啊，然后那些比较大的了哦，啊，就是受到世俗的污染的了，那些比较好动啊，你还坐不住啊，你去观察他们的呼吸，啊，然后可能可以观察自己孩子的呼吸，然后就是说也教他们一些技巧，啊，对吗？啊，因为孩子也是非常需要啊。对他们的学业啊，他们的身体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丽敏要分享什么？来，我们请丽敏。每次都很辛苦，然后你现在读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好想很
很久已经没有这样了，所以我是说觉得说要分享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该做的我们都有在做这样子咯，就是呼吸我也是常常有练习，然后最近是常常有在，因为我的家是太阳会照进家的，所以我就在早上七点半的时间太阳照进我家之前，我就把太阳把关紧。因为我现在有跟人家做那个刮痧，因为有时候刮痧哦，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接触到那些病气啊，然后我们把人家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怎么刮出来呢？有时候呼吸可能我们会有接触到，那我就是怕说会影响到，或者是我自己能量不高的话会被影响到，所以我就是把八要紧，心法就是很有经络的做啊，最近都是这样子。但是我那个呼吸的时候，现在才想起，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前我常常会这样，然后我常常会跟你后的姐姐讲啊，就我的心跳跟我的呼吸就不一样的，每次接到好像很